进入加萨建筑搜查，以色列士兵寻找哈马斯地道，最新又公布画面，拿证据指控敌人将平民和政府大楼当盾牌。他们宣称在这座地道里发现通往哈马斯领导人辛瓦的住所，而且地底紧密网路连接，以利通往位在加萨各地的医院。哈马斯卫生单位宣称爆发冲突至今20000名巴勒斯坦人丧命，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电视演说中仍表态不愿意停火。עד הסוף. היא תימשך עד לחיסול החמאס. עד לניצחון. יש להם רק שתי אפשרויות. להיכנע או למות. 日前外界传出以色列有意展开新一轮停火，为期一周，希望能换回40名被掳走的人质。据传哈马斯领袖也前往埃及协商。而针对停火加速物资援助加萨，联合国安理会三度延迟议案投票，主因就是美国这边瞧不拢，预计当地周四将会再次投票。不过现在遭到各国严防，威胁红海航运的也门胡塞组织现在又再次警告，如果华府采取行动，将攻击美国军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